天教大家遇到痘痘肌和敏感肌的顾客，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底妆？性凉皮肤由于焦虑和敏感，突发过敏。第一步呢，我们需要先把它的肌肤降温和补水，肤一定要很滋润，后续才不会卡粉。大家选择化妆棉，我比较推荐这种可以拉扯的湿敷棉。补水的同时，我们可以先画眼妆。第一步是先调整它整体肤色，第二步遮盖暗沉和黑眼圈，第三步是定妆后才可以画眼妆。画枕头什么的。那眼型、眼部支撑力不够，所以说我们要先让它的眼睑支撑力强起来，才能贴双眼皮。我给新娘用了两款睫毛，第一款是硬根，增加支撑力；第二款是单处，增加妆容风格和氛围感。妈，你看戴的哪边？应该是左边。妆是我们今天最关键的一步。遇到问题肌肤，我一般是大面积的先给它遮瑕。或者大家可以看我的文字表述。买在华丽世家的时候，好远还比。折下不住吗？大高原上就没有很繁华，对呀、啊。那个桃儿。真的吗？我没有，就是没有准备试一个。中午吃过饭之后。这个你穿这个，哇，好好看呀！是的，也很好看。丁老师在我们这儿很绝的啊！丁老师在我们这儿是顶流。我在跟你说过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这种天花板，对，化妆在说是顶流，很难定的化妆。是。我跟丁老师打，我就跟他们说。一会儿你看完那个，丁老师打。所有造型就不了解这个，是晚上煮啥，我感觉一天一天都是闪闪的，不灵不灵的。啊，你们跟妆就跟一天的是吧？是的，真的好看。化妆天花板当然好看了，不知道。是吗？对，我去外地哦，我去外地跟拍，回来那些说你们那个丁丁是吧？是的，他挺火的，就淮安的化妆师都会问我。对，是的，这种花高价请的，嗯，舒阳化妆天花板。对，很多人那个啥都订不到他，是，是不是？穿珠耳环，这个是我做的，哇，好好看，哇，真绝了，对，这个特别，好好看，这个好特别，那是你自己手穿的吗？好棒呀，哇，好棒呀，这个好好看，这都不是我的眼了，是吗？那我可以，我等会儿换一下，是吧？大家都那个不长眼啊。小红书。